我跟你讲，今天下午这场球赛，我每轮肯定都上了。我刚刚大十条，我一年的主食全今天吃完了。老板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没钱了。34啊，我们已经没钱了。您好，大叔，您打排球吗？不打排球啊。Hello， 大哥。你看那样子来吃饭还带着排球，肯定球技非同一般啊。你平时经常打球吗？打。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文昌鸡杯排球比赛，希望能有高手吧再来助阵。一看您就是排球高手啊。我能看看您的球吗？您就是三星大魔王是不是？嗯，对。我们怎么才能拿到这个球？比方说我跟你交换个什么？如果说想要邀请我们的峰哥加入到你们的队伍当中的话，我们有一个点赞的挑战需要你们去完成一下。是什么挑战？第一，点到大魔王最爱吃的食物。第二，点到的食物都必须吃完，并且点过的不能再点。第三，累积点单价格正好是20元的倍数，直到成功为止。他必须得吃完，是我们都吃完。你们点的，你们就吃完。我们点峰哥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当着峰哥吃，那多残忍啊！一起吃。我们去找峰哥喜欢吃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。你想吃啥？你们自己去找咯。哎，正好就在这碰到了。打吧，今天。这是都看球的，还是也有能打的？哎，问一下，峰哥喜欢吃啥？他平常还吃什么东西？花生。他还吃花生。还吃花生。花生，这个有。你好，这个一份多少钱？你们先吃吧。啊，先吃。先吃，对。先点呗。我觉得能说吃花生呢，就不是少量花生，而且咱们要考虑咱们能吃进多少东西。你那个面，你放心，我饭量贼大，我真能吃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儿除了涛哥能吃第二个就我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涛哥上次在我这儿吃了10盘牛肉，我差不多，我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觉得这个可以，对吧？对，那行，来一个这。啊，我觉得这个不贵，对吧？它是最起码20块钱，是吗？正好二十块。啊，你好，我请问一下，你们是这儿的常客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经常在这里吃饭吗？对。你能协助我干一件事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就问一下，就是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一般多少钱一个这？几块钱，但我大概我也不知道是几块，就大概可能6-7块左右吧。大哥，我能麻问一下这碗蒸饺大概多少钱吗？7块钱吧。7块钱啊？蒸菜都是7块吗？不是。不是啊，这个好吃吗？可以。还好吃，这个多少钱一个？这个我还不知道多少钱，你到南京那边买单才知道的。我能借一下这个吗？谢谢谢谢。我看到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是分档的。你看茶类、中点小吃类、中点小吃类，但是从1块到15块的档都有。所以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能就瞎猜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栏目算是中点小吃类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我们拿一个它做保底，对，啊，拿一个它做保底。然后蒸饺，我刚才有大哥说漏嘴了，这是7块。OK， 你看它这底价还有1块2块的，就是说明真的很便宜，就是这个真的很便宜，这个真的很便宜。来个这，来个这，来个肉丸，4个菜差不多了。再来个便宜的，来个这个，来个糖水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觉得20块钱搞不定这个，我觉得肉丸贵了，或者这个换个便宜的。我觉得蒸饺退了，换个海带可以。好，这
是两味点的杂粮花生、海带，还有牛肉丸，还有银耳。两位点的金额是34元。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具体哪道菜的价格是吧？对。好，这两个比我们想象的贵。然后两位先把这个给吃完，下一轮的话呢，点的金额的话呢是6块钱，必须要吃完才可以去点啊。他不能吃。有他喜欢吃的，他可以吃。这个。太浪费时间了，你抓一个。大魔王，打了多少年啊？20多年了，每次吃。哦。峰哥，你是我们的常客的话，我把你喜欢吃的东西记一下，是这个吗？那你们会不会打排球？我们刚初学者，昨天第一天。我们昨天第一天打。你以前也没打过？我没打过。那你们看上去很高。店铺应该很好啊，我一般嘛。那海南这边的打了排球的人，不是身高普遍也不是特别高嘛？我看很多不高的个子也在那扣得很厉害。我们这边的比较热爱排球，不管身高问题，他们喜欢打的都打。那我们就是我们要完成挑战，你才能加入我们队是？对对哦，必须要吃完才可以去点哦。老板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没钱了。34，我们已经没钱了。我这儿有鸡排，一张鸡排代表一只文昌鸡。那如果我拿这个鸡排跟你换，跟你抵钱的话，能算多少钱一只？家养的就比较贵一点，3-5斤的话，一般八九十。八九十，对。啊，所以就是你看，我们用一张鸡排做100块钱的代金券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啊，你这个价格合理的啊。这个价格合理。那我先给你一张。啊，行。谢谢老板。100块钱啊。100块吧。这儿还有西点。下一轮是6块钱。我觉得薯条6块钱赌一下。差不多，我也赌一下。对，你能吃得了不？咱们。薯条差不多。哇，那好大一份啊！不好意思，刚点的这个薯条加上一轮换的是41块钱。哇，这个要7块。下一轮的话呢，两位要刚好点够19块。先干薯条吧。这么大一份。没事，我还可以，我挺能吃的。不用放了，不要放了。好、啊，咱们别再点这种便宜量又大吃不了，对，吃不完，一定得点一个肉的，贵的但又没那么贵的。对你就是什么，两个菜，来一个蒸饺，来一个茄子肉丸。嗯、哦，饺子，还有茄子肉丸。到了。不到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到，一共要点够19，我们两位点了17，这不是，对，那下一轮的话呢，两位要点够22，对，他这个设定就是叫你狠狠的吃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下午这场球赛，我每轮肯定都上了。我刚刚大薯条，我一年的主食全今天吃完了。才22对吧？一杯奶茶，一杯咖啡，一杯柠檬茶。那这一轮的话呢，是18。下一轮要点到24块钱，然后来4杯茶，菊花、铁观音。这一轮的话呢是16块，所以下一轮要点够28。啊，一块儿去跳，你去看菜是吧？哥，你喝点吗？哥，口应该挺渴的，你要不喝点？谢谢。差多少？28。
我觉得先来个这个，称价格。排骨，那就一个排骨吧，一个排骨，差不多十几块。我感觉这两个28，你吃这个，我吃这个也行，有28吗？有没有28？两块，馒头啊。这两个再加个馒头。这是排骨杂粮馒头，还有海白肉丸。有到吗，钱？恭喜两位挑战成功。先吃完，不要激动。啊，这吃。